现代人因为工作时间长、生活压力大、运动量不够和饮食不均衡，容易造成排便不畅顺。透过柯标社群口碑资料库追踪最近一年里面预防便秘话题的网路声量表现，可以发现榜单上面出现的食物以水果和蔬菜两类为主，其中苹果因为高纤维成为了最多人讲的水果。但有专业医生就留言，摄取苹果、香蕉等等富含水溶性纤维的水果，因为需要借助吸收水分来促进消化道的蠕动，若果水分摄取不足，反而会加重便秘的问题。第二位就是南瓜，而大力水手最喜欢吃的菠菜就排第三。菠菜在人体肠胃里面运行较快，而且富含钾、镁、纤维素等等的营养，有助将水分吸入结肠，令到排便更加畅顺。山药就紧随其后，它在日本被誉为天然的解便药，它的黏液就是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改善便秘困扰的纤维。其余抗便秘的食物还有火龙果、燕麦、粟米和芹菜。